在前场的中路，中国队还是在外围，打阵地的进攻战，看看这次战役能收到什么样的效果。在扯动，球在转移，在吸引对方防守，突然一脚远射，好球球进了。球打在守门员的手腕以后，然后罚进了球门。射门的队员是朱红的后卫。 贾秀前，中国队通过传球的配合再往前渗透。前场的中路再把球拉到右边，右边空档比较大，防守的队员站的也比较稀疏。到了底线，传到禁区里面把门，好球又进了。这是8号赵达玉，是在球门线的附近一个倒地的铲射把这个球打进了。现在场上比分是2-0，中国足球队领先。